原来是赌王促成了霍启刚郭晶晶。霍启刚深夜发文悼念赌王，和博士一路走好。7月10日深夜，霍启刚发文悼念赌王，晒出了多张与赌王生前的珍贵合影，同时配文和博士一路走好。而且霍启刚还表示赌王是他与郭晶晶的媒人。原来是赌王促成了霍启刚与郭晶晶这一对金童玉女的结合。在霍启刚的悼念文中，回顾了与赌王生前的历历过往，直言祖父霍英东与何鸿燊为多年好友，两个家族属于世交，赌王风趣幽默，和蔼可亲，至今依然能够记起当年的美好画面。同时霍启刚还吐露出，原来赌王是他与郭晶晶的媒人，04年间接的通过赌王认识了郭晶晶，而他与郭晶晶的缘分也是从那一刻正式开始的。由于郭晶晶嫁给霍启刚，也导致大众对于霍家的关注度增加了不少。而在赌王何鸿燊的葬礼上，郭晶晶也随丈夫一同现身，送赌王最后一程。作为一代爱国人士，知名企业家，赌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，他的爱国精神值得永远铭记。